这里，这里，二颗螺丝，就三个螺丝固定着转盘，把它松开之后，把这三个螺丝松开之后，它就可以整个可以抬下去。还有这两个是小六斗的安装孔，两个五星手柄固定它，把它松开之后，这个就可以取下去。这上面这个架子的拆卸方法，它这里有四个角，固定有四个螺丝，把它拆卸好就行了。这四个螺丝，然后松开整个架子就可以用插车把它插下来。还有喷心器拆卸方法，这个是可调手柄两个，那边一个，这边一个，把它松掉之后，就可以把喷心器给拆下来。这个就是连接上面，这个上面的那个转盘的那个线，把它这个线扭出来，往左边扭松。这个纵轮这里拆开，把它这个杆往前面，然后提，往前面提，这里把它提出来，这里锁上之后，把锁上，把它往提，提下来，提下来之后，把喷气两个螺丝，两个手柄松开。